啊，甚至要去我们今天讲第十单元啊，我们今天讲了三点水跟四点火的部分。哦，三点水跟四点火的部分，那三点水它大概就是两种概念而已哦，它的点没有什么，上两点的部分没有什么，都是一个叶子点，叶子点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叶子点这边有时候会拉一个连续笔过来，叶子点要起来，接压下去往下收，拉回到中间接往下带，好吗？按下。上提从中间细的拉出来，再到下面的跳，这样知道哈、哦？叶子点的部分多了一个这个部分，那它的挑都是小挑笔而已，你不要把它做到我们像欧阳询的把它做到大挑，做到这样子拉上去拉很长上去，它都只是一个小挑笔，扭一下起来，好，我们正常是这样子挑上去，它没有，它是压下去扭一下。短短的拉起来就可以了，这是扭转的部分，哦，扭转的部分。那如果说我们是由二点接到三挑，哦，二点的部分起来接到三挑，停住，直接拉上去一个小三角形，一样上去一个小三角形而已。那这个地方是接续到上面的一个连续笔，好吗？那另外一个最后面的一个它的一个点法，它只是一个压下去转一下笔挑。压下来转笔挑，跟这个扭点是很像，这个地方它不扭，它直接压下去要转笔拉提起来，这个地方是我们这样扭过去，手腕在转动，这是手指头转动，哦，两个不一样的。那构成了它的点的方式会造成几个状况，第一个干干净净的三个点，这样就好了。这里维持一个弧度，哦，维持一个弧度。另外一个连续的，好，起来，带下来，三角形。这里是瞬间拉下来，好，瞬间拉下来，这带笔带过来，这里还是维持弧度，还是维持弧度。那另外一个来讲的话，它是直接把它分开来了哈，大家整个把它做清楚。这里有点平，这里带下来，下压转笔，跳上去。啊，一样都短短的，还是一样维持一个弧度，啊，维持一个弧度。这三点水的部分，那四点火的部分呢？它大概几个方式在做。第一个，它是用挑的，压，往右上起来，再压，再往右上起来，再压，再往右上起来。最后一个，直接右下角压提就好了，打勾，打勾，打勾，往下。这是它一个方式，另外一个呢，它全部都是往右下跑，右下，再一次右下，再一次右下，再一次右下，那这个差别会点会越来越大，哦，点会越来越大，都是往右下去走笔，都是往右下去走笔。那另外一个来讲的话，它会有点走向啊，哦，拉下来。往下，往这边，这里再慢慢往过去，这里收，那这里反过来，方向走的方向，先由下慢慢的往右，那点会由大慢慢变小，那这部分大概都是在码字的部分，啊，码字的部分会这么去做。那如果是下面四点火，比方说跳那个有无的无，下面四点火，右侧变大，左侧小，好，不然就打勾的方式。那张阿公一数哈，被包住的是小的，啊，如果都是开放的，左侧小，右侧大。那张哈，这个没有被包住的一样，左侧小，右侧大，好，就这样的概念而已。这是它四点火的概念。好，那我们就针对它六个字来做一个讲解。来，第一个乌，柳叶，叶子点，住好，拉出来，这里做一个扭一下。扭一下带过来，好，这里转挑起来，笔上有点变形，我们转一下笔推上去收，好，带回来，这里是逆笔下去再拉回来变细，停住转一下起来，入笔停一下弧竖停住
等高以后停住，再直接拉高就可以了。这高低略差一点点，这再低一点点就可以了。这里是做停笔的哈，不是滑推笔，这里是停笔，再推上去，收哦，这地方比较 OK 的概念，真逆笔入笔再拉回，哦，这地方，来专注的住，压，好带出来，这里直接叶子点，好提起来拉下来停，勾，带上去。一样，又一个叶子点收起来，这里直接轻轻的停一下，推上去就好了。好，这里再做收笔过来，这里停一下，推上去，错拉起来，这里往左一样起来，撑住收。三个走向略有所不同，这里平的，这里微上去，这里是往下沉。那不变的是空间的部分，让它尽量是相近的，内缩外放，内缩再外放，啊，呼应的。来，再来方法的法一样，来叶子点起来，拉到外面来，收起来，直接绕圈圈逆时针绕圈圈起来，直接下压压扭一下，转一下笔拉起来。短短的右脚的话，右脚要转一下笔一样，这里是往上推，停，推上去，收，好，逆时针，顺时针 ，kitty， 压，下来，停住，往左，带回，停一下，再带，停住，收，起来，撇，哦，这弧度做出来，再下压拉，再蹲。好，这拉细长，这边微微往上扬。那它的第一横笔有没有发现到？今天我们写的第一横笔大概都是做停顿的在带，这里都是做停笔的。那这边都是比较仰角的式的做法，这里都做的比较锐锐利利的。好，这部分特别去留意。那第二个横笔除了柱以外，应该说它下最下面的一个横笔都是逆笔入笔带过来。最下面的一个横笔都是逆笔入笔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去注意到，就当它的一个特征哦，在最后一个横笔来讲，大概都是逆笔的部分。好，有无的无，这个字做得很轻飘啊，做的那个线条很滑顺，过来拉啊，按行进拉起来，顺便就提笔了，提笔瞬间拉回来，拉回来直接带过来，停住，来过来多几遍。哦，一般来讲会先写里面的横笔，哦，里面的竖笔。那一般我们要抓它的空间，所以一般我这里我会带过来，先写它的长横，拉低起来，再来写这里。空间了后的话，它的正下方可以直的，好，快到尾巴了，再做一个弧度拉出来，好，带过来压。起来，它的下方压起来，再一次压，这里在中央，那就好了。这里是一个斜仰角上去，哦，一个斜仰角上去，这个地方特别去注意到每一个入笔的位置，每一个入笔的位置。好，那这个空间高度是一样的，来照，来照它，把点往。左边收，然后这里带下来，停住，提起以后，这里直接上提，转一下笔，停上去，直接扭回来，上宽，哦，上面宽，中间窄，下面再宽一点点，这里直接拉足就好了，下压调上去，叫透喘摩擦，右脚料直接上去压，挑，这里直接压，扭回来，变弱。直接出去，回来，它的正下方起来，那一样空间拉出去到它的位置，再折回来，再关门，带到这里，小，它的下方小，这里平一点点，好，这里再大一点点，再修，这几把它绑出来。
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去注意到。来，今天讲的最后一个咽，落、带、停、收、放下来、推，然后再来是推，空间拉出来，起品就好了。推出去以后，再带到这里，顿一下，拉下来，好。里面这边空间下处理，稍微拉回来，拉回来以后，这里我可以上提一点点，让这里凸出来。我也可以这里短，这里凸出来都可以，啊都可以。那如果我要上提这空间去把它掌握好就好了，拉出去。如果到它的位置再做一个错顿，再拉，拉到位，二分之一拉到位以后再拉勾起来。这里躲开，这里就躲开点，会从这里出来，拉起来带过来，压，大，中，小，那这里二分之一最小，慢慢修起来，慢慢带上去就好了。好，那这里上缘还是齐平的啊，上缘还是齐平的，跟它是维持一个水平，啊，维持一个平行的概念，啊，就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那记得啊。这个地方我们在写储穗梁的时候，并不是都是路笔、短横笔都是滑笔出去，它偶尔会有这样的一个笔法，顿、停笔，再拉上去，一样做个欧楷的一个手笔方式啊、哦。这地方特别去留意，尤其这种笔法常常出现在第一笔画，哦，第一笔画的短横笔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。哦，上面没有笔画了，上面如果有点的话不见得，那如果上面完全是空的，它的第一个横笔大概会用这个方式去带。那最后一个横笔就是逆推法，左拉回来，这里会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出来。哦，这因为上一个笔画逆笔带过来的，哦，顺势抓过来，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，逆笔带过来，逆笔带过来，哦，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去留意一下。好 ,OK,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。